过我爱你和你。重点就是，秋水他妈是邱远征院士的夫人，对吧？年头也不小，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出门活动的，而且还是上门找他的老情敌活动，肯定有什么大事儿发生，绕都绕不过去那种。那你说，会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跟公派留学有关。哎，都这么晚了，小红去哪儿了？张一楠，你看见小红了吗？没有。你俩看见了吗？这就奇怪了。小红，你刚听见了？啊，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你俩的嘴，我早都习惯了。说他一辈子不结婚，我说的啊，我没说，你说的，怎么是我说你说的？我没说，你说的，我说，你俩太不谨慎了。你俩怎么不谨慎？我说他像秋水他妈一样，你说他说了，我没说，我没说，不结婚这事，我没说。秋水他妈来了，你知道吗？知道啊，我也听着了，我也看着了。你听着什么了？那陆主任跟秋水他妈说：“你放心吧，这孩子出国的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只要他满足了那个条件。”嫂子，你就放心吧，秋水出国的事儿包在我身上，只要他符合条件。哪个条件？肯定什么猫腻呗，你又不出国，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嗯，我这不是还为了你啊！我跟你讲，我要是你，我就去告他们徇私舞弊。就秋水那成绩，他想出国那门都没有。秋水啥成绩？秋水成绩挺好啊，去年落班不是全年级第一吗？再说，我觉得秋水肯定不是重点。不是，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到这个时候你还替他说话？你这不是贱吗？注意你的措辞啊，谁贱呢？别天天跟那个市井的小妇女似的。不是，那个袁百惠啊，啊，我觉得你最近这气质有点变啊。是不是变高档？对，真的变高档了，真的。那个关晓曼大八，优越第二八，原装三八出国了，你正好顶天的位置。你看你今天穿这一身紫三八，哎，不是，这么多年了，只要一提我的事儿，你就格外的八呀。你也不动动脑子，要不是我在你面前八，你三年前早就憋死了。对呀，凡事都有利有弊是吧？愿你与我永相随，帮我搭一下这个。脸盆、牙刷、牙膏、牙膏，一块给我拿回去。我饿了，去买点东西，顺便也帮你买点啊。神经病！心爷，这么大一个事情，就让秋水三言两语把咱们给打发了？那你想怎么样？你不觉得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吗？正事儿啊？怎么能是正事儿啊？应该叫
讨个说法啊！上蹿下跳，奔走相告，唯恐天下不乱。你要这么想，你就太没有觉悟了。邪不压正，你懂吗？啊！再吐一下，吐吐，你感受吐。你敢说你现在的心情是平静如水、波澜不惊吗？秋水说了，他没走后门，一面之词。我宁愿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因为他是我兄弟。你想干什么呀？啊，咱们俩联起手来一起举报秋水徇私舞弊，你是这么想的？我没这么想啊！要是你这么想，你可以随时来找我，我一定帮助你。侯伯，哎，你知道吗？你这个人有时候特别可爱，但是有时候特别讨厌。心怡，你黑白不分，三观紊乱，滚！糊涂！我们上学那会儿，想自费出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会儿大伙儿都穷，唯一的途径就是公派。为了争取这唯一的一个名额，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都不夸张，所以我妈来学校跟我活动关系这事儿，不仅被迅速放大，而且还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你看那边，你看，怎么了？楠楠，吃饭。你看，你把我叫过来干嘛呀？那你听听后不怎么说？咱们仁和的传统就是公平和公正，我绝对不会相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嚷嚷什么呀？赶紧赶紧吃饭！我不相信。这是什么日子啊？喝红酒了？嘿，哎呀，哎呀，不喝二锅头了。等着，你回头，你的饭在那儿呢。买一箱送五包，挺划算的。真的，秋水他妈这么有能耐？对，吃你的饭。瞧见没有，咱俩都快成人民公敌了。嘴长在别人鼻子底下，你拦得住吗？那不行，这周末回家我必须问我们，他到底都跟陆主任说什么了啊？你瞧这动静闹这么大，一个个的就好像我干了什么缺德事儿似的。你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啊，即便你妈来找陆主任，
人，说了点什么，做了点什么，那也纯属正常啊。你想想，哪个当妈的不希望自己孩子上进啊？啊，就你现在这么贸贸然回家，再说点不中听的话，那老人家听了心里得多难受啊！怪不得我妈喜欢你呢，啊！我告诉你，我要是我妈的话，我也让我嫁给你。什么？不是，反了反了，我也让我娶你，反正就那意思。多招人喜欢，你看着，换位思考。贫嘴吧。哎，那出国这事儿，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啊？哎呀，想啊，当然是想，谁不想呢？可是我也不能为了出国干亏心事吧？那不是我风格。上去吃，万一一会儿家里来个客人，看见我给你吃方便面，那显得我像在虐待你啊！哎呦，那虐待知识分子的罪名，我这一个家庭妇女可是担当不起啊！出来吃吧。我，坐这吃，来，快，坐这。好吃吗？好吃，配着榨菜啊更好吃。行了，往那儿看，往那儿看，有一箱，够你敞开来吃。我的大教授啊，我这次只需要你有这么一点点私心，就这么一点儿。咱俩可就这一个儿子呀，咱又不是三个五个的，那倒罢了。哎，你说你这论文署谁的名字，这个名字的位置放在哪儿，那不是你说了算吗？对不对啊？别人又无权干涉，你看看你。哎，你要是这次帮了儿子的大忙，那以后我每天都给你焖红烧肉吃。那行啊，你准备啊，给我买第二箱泡面啊。废寝忘食多好啊！告诉你，晚上给你换一包红烧牛肉的，我让你换着吃，一辈子都吃不腻。你看你那一缩脖的样儿，你干嘛？有没有正事儿？有，我想问问你，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什么真的？你疯了吧你？他们说你要去美国，完了你妈就来找陆主任跟你走关系，找后门。走后门的事儿我真不知道啊。但是去美国这事儿，不假，我确实有这么个想法，但是能不能通过，光我想，没有。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美国？来说说，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啊？
要是去了美国，你应该能好过点。自私的东西，你以为你去了美国，我心里会好过啊？但是有些事儿，总得有个终点吧。哼，秋水，水啊，哼，你以为你能逃得出我的魔掌吗？闪开，让开！妈，爸，我妈呢？出门买好吃的去了。不是你小子害的，我害的。你妈非让我帮着你弄虚作假，让我把论文上加上你的名字。您从了？怎么可能？原则问题那是没得商量的。所以我妈就对您实行了这种残酷的加法。秋水啊，你要真是我儿子，那就凭真本事出国，什么走后门啊，耍小手段呐、啊，搞那些亏心事啊，我是特别特别不耻。我认同您的说法。我告诉你啊，哼，我这一辈子最自豪的一件事，就从来没做过亏心事。想当年，在内蒙插队那会儿，经常是和他前胸贴后背的，我捡着粮票，我愣是走了十几里地，给人送了回去。这故事我从小到大听了不下五百多遍了，是吧？对，是是。哦，闹了半天，合着您不是因为饥渴才拜倒在了我妈的石榴裙下？那当然不是了，直至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那个时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值得鼓励、值得表扬的事情。我觉得吧，这都是表皮的说辞，实则那骨子里就是因为饥渴。什么饥渴呀？咱们都是成年人，我就没必要那么豪放了。我说你小子说话也没那么小了啊。爸，您儿子为了表扬您对爱情、对原则的忠贞不屈，走，我请您喝酒去。这些天，你妈是特别特别歹毒，老是做那些个过年才有的好吃的东西，馋我诱惑我。我觉得吧，这老虎凳啊、辣椒水啊，是硬伤害，直接对肉体的折磨。可是这种不给人饭吃的行径，是软伤害，属于心理战范畴了。久而久之呢，会让受害者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心理依赖。你说我是受虐狂吧？越来没着边儿啊！哈，不，嫂嫂，爸的吃饭。你请我吃饭，你有钱吗？我兜里可没钱呢。点俩硬菜的钱，你儿子还是有的。太好了。说，纪委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举报信？
什么呀？我听说是关于咱们班公派留学徇私舞弊的事儿。举报谁呀？我听说是秋水，而且是陆主任为他提供的便利。陆主任，早上好。你俩没事吧？没事。英楠，秋水来了吗？还没。秋水来了，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陆主任再见。您慢走。你俩没吃错药吧？哎，陆主任走。走。看见了吗？全对上了。一大早，你们俩又扒什么呢？今天天气真不错，还行吧，阴转多云。有这样天气吗？这么大的太阳，看不见。秋水，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说出国留学的事儿。你被淘汰了，学校有了新的规定，平均成绩90分以上才有选拔的资格。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特别希望你有好的前途。可是有些事儿，人算不如天算。我明白，我也特别想出国，可是您有您做事的原则，我跟我爸，特别是我爸，都不应该让您为难，不懂。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事实嘛，确实是我自己也不够争气，硬件还差了那么一点，让您失望了。回去好好陪英楠复习，你们俩有一个出国都是好事儿，啊！得嘞。到纪委匿名举报了我，说我为了你出国营私舞弊。秋水，这事儿哪说哪了，出了门就别提了。您放心，我知道。主任，我想耽误您点时间。说，为什么现在入围的只剩我们三个了？秋水不是也获得了首轮推荐吗？有人举报，说秋水的选拔有舞弊的嫌疑，院里调整了规则，分数是硬道理，一刀切。那这么说，秋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是谁举报的呀？怎么那么缺德啊？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秋水去不了了，不是还有你吗？你呀，抓紧时间复习，千万别有什么闪失。知道了。啊，
谢谢主任。秋水，你没事吧？有。有什么事你跟我们说说，你千万别闷在心里啊。就是啊，哎，相由心生，病由心起，你千万别憋着，要不该生大病了。我不能说。你的胆儿就这么小吗？我不是胆儿小，我是怕你们俩。怎么了？我们俩就可怕了啊？赶紧的，说说。我怕我跟你们俩说完了以后，你们俩继续扒下去，而且我保证晚饭之前整个人和系统尽人皆知，对吗？你放心，我俩不会那么没有原则的。好，我信你们俩一回啊。说我让我妈走后门，你们俩信吗？为什么呀？那去美国留学是块骨头，是狗就想啃的。小曼。好，说陆主任为了让我出国营私舞弊，你们俩信吗？为什么？因为咱们班只有你有机会走后门，没有人跟你 PK 啊。你爸是院士，尤其又跟咱们陆主任还有怨。哎，干什么呀？你在吓着人幽怨？来来来，没事吧？没磕着吧？你差点没把他推那屋去。哎，幽怨，你别害怕啊，别紧张，放松。把你刚才想说的没说完的，让他打断的那句话，接着说完。我不敢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如果你现在不说的话，那么以后你也不要再说了，否则的话，我赌你这辈子找不着男朋友。你说还是不说？不说。好。你不说，我来说。是，陆主任跟我爸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那是因为他们是师兄妹，可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白。况且，有我妈那么彪悍蛮横的女人天天守在我们家门口，就算借我爸800个胆，他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听明白了吗？好了啊。现在我已经把我爸跟陆准之间的传奇和传说一五一十的向二位领导汇报完了。如果再让我知道你们两个到外面胡说八道，我就赌你们俩。你也听说了。无稽之谈，无聊至极。知道吗？秋水出国走后门的事儿被别人举报了，说陆主任营私舞弊。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太好了，大快人心呢。哎，你说这事儿是谁干的呀？我不知道，但是秋水孙子想出国，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你这么高兴，不会是你干的？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啊？这事要是我干了的话，我就不只是这个状态了，我保证比现在兴奋要100倍，100倍。哎，心怡，你对秋水被举报的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什么？我怎么看？我不管你们怎么看，反正我不信。按照谁举报谁得利的一般逻辑来看，嫌疑人就出现在你们当中。对。
嫌疑人就出现在你和候补中间，赵英男不可能举报自己的男朋友。你们觉得我会做这么下三滥的事儿吗？哎，我觉得不会，我们多年的好哥们情谊，你不可能做这种事儿。对呀，还是你最了解我的为人。可是谁信呢？放心，你别急，我们仁和主张什么？我们仁和一向崇尚公平与正义，公平与正义它绝不是空话，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仁和人去捍卫它。你就是我们这代的仁和人的杰出代表，我们为你感到骄傲。你做得好，你做得太好了，太好了，这特别好。不是我，你看这着急了，急什么呀？思绪呗。我说你们别笑了，行不行？大家都七年同学了，我跟秋水什么关系你们还不知道吗？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儿呢？那就是后普，不对，最大的可能就是你跟后普，你俩联起手来一块儿干的。为什么呀？因为最近你跟后普，你俩这两天在食堂里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叽叽喳喳的，你当我们都瞎呀？你当我们都瞎呀？你呀，你又犯病了，你。别着急了，还心虚了，连心虚都吓跑了。哎，你慢点儿，慢点儿。哎，你赶紧走啊，不上班了，你别吓的。哎，我听顾小曼说，秋水走后门的事儿被人举报了。啊？被谁举报了？你看谁得利呀？你是说他们三个的其中一个？新爷举报了秋水，对不对？不是，班长，我们俩闹着玩呢。对，好奇。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七年的同窗，同学情谊深似海，我是不会干那种事情的。是，不是你班长，不用解释。什么叫不用解释？我们是七年的同窗，同学情谊深似海，我是不会干那种事情的。不是，班长，你怎么跟个女人似的这么敏感？你更了。行了，别解释了，不是你，我这解释就是掩饰。其实你们爱信不信，我清者自清啊。清者自清，没说他吧？哎，不会真的是他吧？那不可能是赵云南跟心仪啊。哎，哥，怎么跟小孩似的？你这……哎呀，我听说你让人给举报了是吗？我真担心你。哎嘿嘿，打住！啊，完全是无稽之谈，子虚乌有。哎，反正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就去不了美国了，对吧？太好了！我怎么感觉你这口气里面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对，这就是天理昭昭，法网恢恢。至于吗？那么高兴？活该呀！谁让你想着躲我了？怎么着？扶熊的美帝也救不了你了吧？哎！我先走，省让人家双鱼座看见了，回去又给你发神经。啊，秋水。明天见，天天见。秋水，再见。
不，趁秋水不在，你就招了吧，我帮你斡旋斡旋。大家在一块七年了，没必要为了一个出国留学的名额争得撕破脸皮，回头连同学都没得做。对，有道理。哎，不对呀，你让我招什么？是你举报的秋水，说他营私舞弊。秋水营私舞弊是不对的，我说错什么了？你看，态度有了，全对。什么全对？我记得你军训的时候就说过，你将来一定要留在北京，还要买一个最大的冰箱，把你妈妈也接到北京，一年四季吃雪糕，对吧？按照仁和的惯例，只要是获得了华大博士学位的，一定将来会留在仁和，留在北京。所以你觉得秋水是你的障碍，你就借着这个机会，以正义之名去举报了秋水。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没有举报秋水。没人喜欢营私舞弊，因为这有失公平正义。心怡，不要因为我富有正义感，你就恼羞成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告诉你，我要倒打一耙，很容易，很容易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信你什么呀？举报这件事情是利益驱使，把秋水拉下马，谁是最大获益者？你的意思，是我举报的秋水？回答正确。好，那你说说你的道理。好，你一头大馋猫，一直被妖刀这个小刀鱼给迷惑着，你对他觊觎已久，垂涎三尺，你做梦都想吃到的。前提是你得带人家去美国呀。这次华大交换生千载难逢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所以你对秋水迫不及待的就下了毒手。老婆，是，我是答应了妖刀我要去美国，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名额，但是我告诉你，秋水是我兄弟，秋水是我同窗，同学情谊深似海，你懂不懂？楼道里就听见你们俩嚷嚷了，吵什么呢？我没吵，我也没吵，都是同学吵什么呀？有什么好吵的？没吵吧？难道是我幻听了？秋水，你就一点都没听到吗？我听见了，你们俩不是互掐的吗？你们俩说我为了去美国营私舞弊走后门，对吧？第一，我没有营私舞弊；第二，我痛恨这个告密者。如果让我知道告密者是谁，你想怎样？充分发挥你们俩的想象力，如果让我知道了告密者是谁，一切皆有可能。还是你守住寂寞。